你一大活人，两只胳膊两条腿儿，也好意思站在上面看我们干活啊？大队长让我通知你们，11点半到心理训练中心报到，不得有误啊。行了，不打扰了，好好干啊。怎么这么快就睹物思人了？心理训练中心没有梅教官一点意思都没有了。天空是灰的，人也是灰的，连这儿都是灰的。走走了。你们上哪儿去啊？还没到点儿呢。懒惰。以后每次飞行任务结束，都需要到这里来放松半小时。医生，我们在哪儿都能睡着，就不用特意到这儿来折腾一趟了。这是规定，飞行员是高危职业，在飞行过程中，心里面往往要承受高压，长期下去很容易造成各种心理疾病。规定，那就遵守呗。现在，请闭上眼睛，按照我的提示，在你的脑海里幻想，你现在来到了一片沙滩，脚底下是柔软的沙子，眼前是碧蓝的大海，一群海鸥在白云下飞着。这时，清凉的海水漫过了你的脚背。哎，告诉我，你现在都看到了什么？我看到帆船了，就在大海和蓝天交界的地方。唐明阳，你呢？我看到了鲨鱼在大海里寻找食物。江豆，你呢？你呢，关怀？我看见我一个人坐在海边，看着远方。在这个时候，伴着清爽的海风，你们朝着海边走去，走到海的中央，你们发现有一群五彩斑斓的小鱼围绕着你们，它们在你的身边游啊游啊。幻觉，绝对是幻觉。哎，梅教官，梅教官，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和你们郑大队长一块调过来的，我在整理资料，所以你们没有看见我。不过现在我不再是你们的教官了，咱们是同事，是战友了。哎，你听说没有，以后我们就是好同事好战友。你说他是不是在暗示我什么？暗示你什么？哎呀，暗示我们以后不再是师生关系了，暗示我以后可以光明正大的追他了。嘿嘿，哼，我怎么觉得别人是在暗示你，不要把过去的东西带到这个地方来。啊？对呀，以前要不是因为他，我可能就被淘汰了。现在我练出来了，却把以前的目标给丢了。哎，所以啊，爱情就靠后吧。我们现在生存是第一位的。哎，豆哥，你那个地标游戏弄得怎么样了？马上就要问世了。哎，关怀，我告诉你啊，我那可不是单单的游戏啊，我把这方圆200里所有的地形全部放在游戏里模拟出来了。只要玩一玩游戏，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把全部的地标背下来了。太有才了。哎，说好了，我要做第一个体验者。没问题。我呀，还不是齐心不给我基石逼得没办法的办法。
甭管掉几层皮，我也得撑完二提纲，不能让齐心再得逞，更不能让他找机会给我扣分。哼，等着吧，我这个天才早晚有一天我得镇住他。哎，你又要干嘛呀？齐心不给我路走，我就自己开辟一条。你知道这叫什么吗？什么？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我要赢回我的荣誉。荣誉？当然是荣誉，我们男人就应该有荣誉。哦，哎，你悠着点啊，冲动是魔鬼。哎，关怀，帮我件事儿。干嘛？你别让我早上5点叫你起床啊。你呀，帮我找一张齐心的照片。啊？我要摆着，天天的摆着。豆哥，你不会是爱上了那个女阎王了吧？碰见鬼了。喂，我说，今天好像该你拖地吧？又不脏，拖什么拖？一会儿团里来内务检查，你不知道啊？别烦我，忙着呢。出来，出来！机长，从餐厅就开始一直跟着我吧？没，正好路过。什么事儿啊？这么晚了还不回宿舍？在宿舍待着没意思，就随便出来转转。哎哎哎，机长。我这个人其实有时候挺冲动的，说话办事儿总是不过大脑。对于那些没脑子的人，过了也没用。对对对，我们这些心扉，没经历过什么事儿，有时候总是不知深浅。那个，那天我说的话，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你说什么了？看来我还真是不记得了。那天就是我跟马团长，要求申请换5张直升机的事儿，您，白宇，我只是你的二提纲机长，等你飞完了二提纲，你爱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不会管你的。机长，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跟您说，我想继续跟您学。哎，白宇，谁让你把衣服都放在里面了，颜色都没分开。对不起，我不知道您那儿有掉色的衣服。你看看，你看看，这浅的和深的能放在一起洗吗？都染色了。你刚才说什么？我说我真不知道您那儿有掉色的衣服。我说上一句。我说，我还想继续跟您学飞运输机。汇报今天的飞行计划。报告，
飞行员白宇，今天2.5的飞行计划，科目是野外转场。报告，飞行员江栋，今天1.5的飞行计划，科目是野外领地。白宇，准备上机。是。江栋，走。取消今天的飞行计划，继续熟悉地标。取消？哎，关怀，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勤能补拙啊。哦。谁拙了？你说谁呢？你看，你看，你看，你这个人又误会了吧？我这是在教育关怀，关怀，光有优秀的天赋还不够，那你必须要加上勤学苦练，对吧？嗯，别总是什么天赋不天赋的，飞行员是靠成绩说话的。白宇，你现在在新飞当中虽然成绩是最突出的，但是今后的训练任务还很艰巨，一定要保持住。是，机长。郑大队长，你今天诚心跟我过不去是吧？学术观点不同而已。你是看白宇在新飞当中成绩是排名第一，你不服气是吧？哎，我这个人从来不拿成绩说事儿。关怀是成绩不如白宇，这怎么办？瞎说。但是他分配注意力的能力，那是在实验班最突出的，整个陆航室找不出第二个。这个没人能看得见。你说的，对，我让你看看。哎哎，你们仨听好了，把右手右脚同时抬起来，右腿抬起来，抬起来。哎，右手画顺时针，右脚画逆时针。看见没有？这是什么？啊？啊？这就是我所说的一个直升机飞行员所具备的分配注意力的能力的特点。哈，你们别听他瞎说，飞行员是靠练出来的，不是靠转几个圈就行的。白宇，到。今天给你加练低空急转，准备上机。是。可是机长，好像机时不够。飞你的，不过用江豆的机时。凭什么？闭嘴！白宇，准备上机。是。关怀，到到。咱们今天就来那个俯冲跃升，12点登机。啊，机长，12点都50度，太热了。关怀，你小子能不能争点气呀？什么时候了？一个实验班的飞行员难道还怕温度吗？不怕，不怕，登机。是。哎，那我呢？高度20，重复一遍动作。机长，一个月了，全都是在练简单的基本动作，我什么时候能练点真东西啊？真东西，基本功就是真东西。报告，请问我哪一个动作不符合标准了？没错，你每一个动作都符合教科书上的标准，但是你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冲着完成任务去的。我知道你想学我的盲飞，盲飞境界的前提就是人机合一，需要飞行员与直升机之间相互信任，相互默契，需要飞行员与直升机之间的感情，可是这种感情
我在你身上看不到。 55度啊，足足2个多小时。哎呀，你以为我能好到哪儿去啊？足足飞了2.5个机师，我这俩胳膊都快散架了。我算看出来了，哪是练什么飞行员呢？把我们俩当肉包子蒸的。这两个机长，一天抬着杠子拼命练我们俩。你说啥？再这么下去，用不了多久。 我们俩马上遍体鳞伤，然后彻底挂掉。我倒是希望自己遍体鳞伤。你们两个一上机，咱们招也飞几个小时，我呢，今天也就40分钟。你们两个大爷如果嫌热不想飞的话，麻烦你们告诉我，我去跟大队长申请，把你们的机师给我，我一点都不嫌。 收拾什么呢？还没走？人家都送花，你捧个仙人掌来干什么？我送花你敢要吗？别废话了，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我呀，想把这花盆腾出来，种点什么花啊、草啊之类的。可是这仙人掌它就是不死。 我听说呀，您这生存环境特别恶劣，我要去把它请过来，看看在您这儿能不能憋屈死。这，死道吧，死道吧！我写的书，哎，我说咱能不能换个别的武器呀？啊？哎，郑大队长。 你使那么大劲儿绕圈子，不就想给豇豆打抱不平吗？说吧，给你5分钟。坐。我不需要5分钟，2分钟就够。我问你，你为什么当初选择豇豆？我是闭着眼睛挑的，这大概就是天意吧。他到部队来3个多月了，累计飞行时间不到20个小时，照这样练下去，早晚要毁了他。 我现在就认输。哼，怎么，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认输了？郑大队长，在我的印象里，你从来就没有认真的拿女飞当对手较量过吧？是，我从来不跟女性动真格的。 郑大队长，在战场上可没有你选择对手性别的权利。如果我是你的对手，我会毫不犹豫地拿航炮把你轰下来。5分钟到了。
你可以走了。你要是想从我手里把豇豆要走，休想。豆哥，忙着呢。哎，你这地标游戏改的怎么样了？我还得再改改程序呢。哦。哎哎，给你一瓶。嗯。嗯。哎。哎，说吧，又想请我干什么？你看看看看，总把人想的那么狭隘，怎么了？咱们哥俩这关系，我不求你办事儿，就不能请你喝饮料了？行，谢谢关老爷的饮料。哦，对了，出去别忘把门带上啊。哎。豆哥，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呗。你休息的时候，电脑借我用用呗。你想拿我电脑干什么呢？我能干什么呀？玩会游戏呗。哦，我为了给硬盘腾地方，把游戏都给删了。啊，那我就听会音乐。我抽屉里面 MP3、MP4、MP5， 爱听哪个拿哪个。那我说吧，到底想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呀？一点私事儿。你把我的电脑拐走了，我总得知道他跟着你干什么去吧？万一你拿他去攻击什么网络，或者做个电脑黑客什么的，我得有个心理准备啊。豆哥，你也太瞧得起我了吧？啊，还是太瞧得紧这个电脑了。放心吧，没有那么大的使命。没有理由不借。嗯。啊，不是，那涛哥，我求你了，行吧？我再给你加瓶饮料。No。一箱。No。那你想要什么呀？我想要什么，你能给我吗？只要是我有的，没问题。我的电脑借出去也是按基时算的。电脑基时我不缺，你的直升机基时……等会儿，你不是想拿我的训练基时跟你换吧？聪明。那训练基时都是上面统一安排的，要换也得大队长点头才行啊。只要你同意，我就去找大队长。一小时换两小时。行，我让一步，一小时换四小时，不能再让了啊！三小时，不换拉倒。好，成交。2.0 的飞行计划，你一个小时就下来了。大队长，我昨天晚上着凉了，我实在憋不住了。烂泥上磨，屎尿多。哎，去吧，下不为例啊。是。郑大队长，关怀还剩一个基石，怎么安排啊？啊，你去问问齐大机长有什么安排。是，江总，到。这个基石归你了。是。
爽了！哎呀，我也爽啊！撤了。Stop！ 门，我得验收啊！万一出现艳照门事件，多冤枉啊！求你了，我在丛中过，叶片不沾身，什么你都找不到。小样，听鬼的啊！哎，怎么样？今天爽坏了吧？怎一个爽字了得啊！我告诉你啊，我今天一口气把野外掠地全飞完了，捎带着把低空急转也解决了。明天继续。继续。嗯，我回去准备紫药水和纱布啊。哎，明天一定要配合好啊，千万别穿帮了。没问题。耶，干什么呢？配合什么呀？那么开心？那个 CS。哦，对了，今天团里政治处来通知了，说下星期团里八一联欢晚会指定由我们新飞出一个节目。完全没问题。是啊，临时乐队嘛。Hotel California。We're going to the hotel California。行了行了，留点力气，回头一起排练吧。你们先玩，我先走了，拜拜。拜拜拜拜。哎，我也撤了啊。好吧，拜。明天不要忘了啊。哎呀，张飞！哎呀，张飞！哎呀，你好，你好！哎，你好！哎呀，你还是老样子嘛！是啊，你倒是富态了，坐这个大奔还坐后头。哎，你怎么才来？我翘首以盼呢。还说呢，进你们营区啊，就像入虎穴，传达室问来问去，没完没了，烦死了。要是我呀，我还要问你，查你到底有多少钱？你要知道，这里是一虎团。哎呦呵！哎，快6年了吧？离开部队，你这身材保持的还不错啊！啊，差远了。我现在啊，就是上下班，偶尔呢打打高尔夫球，哪有部队里的生活充实？别谦虚，现在还飞吗？现在主要做一些行政工作，很久没上天了。啊，当领导了，待遇还不错吧？飞的时候啊还多一些，现在人一落到地上，这薪水也落下来了。一年呢，才拿个几十万吧。几十万？哎呀，原来我还想请你呢。看来你这个土豪劣绅，我得使劲宰了。没问题，地方你定。这是单飞合影吧？啊，第一期单飞。政委，啊，这小子不错啊。啊？行啊你，还是飞行员的眼力，第一批的第一名，我为。细胞都死哪儿去了？耐心点，咱们再来一遍吧。这边咱们都把节奏放慢一点。不来了，不来了，不来了。我看呢，咱们这个加州旅馆马上就要倒闭了。哎，怎么都找不到状态呢？关怀，不是我说你。你那个电吉他到底能不能跟上我们的节奏？汤姆点，你的手指能不能用点劲儿？你现在握着的是电吉他，不是直升机的操纵杆。行了行了，别抱怨了。咱们现在缺的不是音乐细胞，也不是节奏。那缺什么呀？嗯，刚才我在来的路上看见几架天剑四飞过去了。天剑四？哎呀，天剑四在我们这儿已经不是什么稀罕家伙了，那是新飞练习飞行用的。刚才那几架是新飞飞的？没错，刚来就飞得这么稳。我跟你说，这就是我在陆航学院带的那个实验班，这些小子都是千里挑一的。哎，那个齐心，还那么精神。
对不起，我走错了。哎。你想赢明天的比赛吗？明天如果你能迫使政委做出水平倒退的动作，那你有很大的胜算了。你这是出卖他，他可一直拿你当最好的哥们儿。怎么叫出卖呢？你我都是在天上飞的人，绝不希望有人飞在自己头顶上吧。我可以用卑鄙这个词来形容你吗？随便。怎么样，还用飞吗？看来结果已经出来了。你也太嚣张了，你敢跟我比水平倒退吗？什么？非水平倒退？来吧，放马过来吧。好。这次考核成绩，第一名，邵正群。到。政委。到。你的倒退科目完成的怎么样？我就不说了。齐心。到。你的好胜心太强，不适合做危险的试飞工作。邵正群，虽然成绩不如你们好，但是他飞得稳。团里综合考虑，认为他最合适。哟，嘿嘿，团长挺会保养啊。哟，政委坐。这苹果挺大啊。嗯，挺甜。谢谢了。土匪。团长。嗯。咱们的鱼线是不是该收回来了？反正啊，也都是你池塘里的鱼啊。我说了又不算。嗯，有意见了吧？我这不是来征求您的意见了吗？你算了吧你。你啥时候听过我的意见啊？你到我这儿来不过是走走过场。不过我可提醒你啊，将来你的这些鱼如果跳不过这个龙门，小心施首长找你算总账。我才不怕呢。好，天塌下来我当棉被盖了。不怕好啊。嗯，团长。嗯，请你签个字。什么呀？你要调卧威？嗯，这我管不了。嗯，又是什么？师里转过来的，总参谋部陆航部的命令。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三，一二三，三。来，小心，给，来，五位，嗯，来，怎么了？怎么了？调令，调我回陆航师，是真的。来来，调令可是白纸黑字，正好我要去参加跨兵种的战术培训，陪你一起到陆航报道。来了。行啊你！耶耶，完成了！哎呀，豆哥，我真是太佩服你了啊！全是咱们这地区的地形，玩这个游戏我真是太亲切了。投机取巧。哎，可惜受游戏本身的限制，
这个程序还不能和庞大的数据库对接。那你可以抛开游戏平台啊，你自己完全可以设计一套新的程序啊。哎，对呀，我完全可以开发一个专供飞行员使用的航线训练系统。就是啊，而且在理论上这也是可行的。豆哥，你要是把这个改成一个导航系统，那用处可就大了。哼，恐怕是异想天开吧。凭本天才的聪明才智，我一定能拿下。哎，五点，如果你不信，我们来打赌。赌什么？如果我输了，随你罚；如果你输了，让给我十小时的计时。成交。成交。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凑着瞧。我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什么？我终于想到解决方案了。解决什么？齐心和正北啊。齐心和正北怎么了？把话说清楚了。我告诉你们啊，我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计划，这个计划关系到我们所有人的未来，包括齐心和正北的。你是要玩天仙配吧？我太服你了，关怀，你真不愧是情场高手。我跟你说，齐心现在缺的就是爱情的滋润了。我们把他们的视线给转移了，那我们自己不就安全了吗？对不对？没错。灯下黑。打呀，打呀！昨天晚上不是都说好了吗？嗯，会不会不太好啊？他们可都是机长呀！哎呀，天哪！被爱情滋润的女人是最仁慈的了。他们要再这么较劲训下去的话，我们脱的就不是一层皮了。对。那算了，有人可能早就忘了库尔勒羊肉事件了。小姐，里边请。嗯，您坐这边可以吗？哎，这边。您需要喝点什么吗？咖啡吧。好的，您稍等。您的咖啡。哎，服务员。啊，您好。哎，有没有一个女的，长得像男人的？有，在那边。啊，啊，谢谢你啊。齐心，请坐。我，周正啊，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你老同学呀、啊。嘿，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没想起来。我们俩是小学同学啊，你不记得了？你在四班，我比你高一届，我在二班。对不起，我真的不认识你。没关系，我是这么觉得，这人呐，能在这个茫茫人海之中，相遇、相识，就是缘分。先生，能经过风风雨雨之后再重逢，那是情分呐。你认错人了。我没认错啊，哎，我原来不戴眼镜。我这戴眼镜之后，你都认不出来了。你仔细看看，我周正啊，我真的不认识你。哎呦，哎呀，你看你这身马甲哈、啊，哎呦，到店这马甲可真漂亮，挺有设计的。哎，哎呦，干嘛？我真认识你，我真是周正啊！你再想想，我真是周正，周正，我真是周正啊！哎，周正，周正，我骗你干嘛呀？啊？看着别人欺负我，你管不管？
谁欺负你了？男主角到了。哼，谁敢欺负你啊？那他是没长眼。谁欺负他了？我跟你说，我们俩是老同学，是吧？十多年没见了，我就是表达一下亲热的情感嘛。你管不管？哎，不理他。走，哎，咱们俩好好聊一下啊。哎，我跟你说，琪琪啊，你说咱们这么多年没见了，你说，干嘛呀？怎么打人呢？哇！干什么你？啊？请坐。这太厉害了。给钱。哎，真是。什么事儿啊？这一百啊？哎，你瞧瞧，兄弟，我这都打成什么样了？得200吧。两？哎，可没有事后讨价还价的啊。就是。这不是讨价还价。哎，你只告诉我演戏是吧？对啊。也没说有打戏呀。对呀，没有打戏，谁让你加的？啊，走吧。好了，走吧。演的不错啊，走吧。我这是好男不跟女斗。哎，你这同学是费了很大周折才找到你的，你干嘛这样对人家啊？你说你这样，那以后谁敢娶你啊？哎，正北，我要和你谈一个严肃的问题。你要跟我谈什么？邵正群，这次来陆航干什么？人家故地重游啊，怎么了？他很卑鄙，我觉得他这次来陆航的目的没那么简单。行了，你别疑神疑鬼的，我知道你对他有成见，那都过去多少年了。他现在人呢？他在哪儿？我怎么知道？不是，昨天他临走的时候要看戴飞的老机长，老机长不在，他过两天还来。哎，你看人家挺有人情味的。哎，不是你没买单？哎呀，豆哥，你这怎么乱扔的？往哪扔啊？这是。